谢谢各位 UP 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大家看到了哈，我身边此刻有一位来自外国的 B 站 UP 主，我相信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吧。我是特别喜欢在网上搜索 V 叔的一系列的视频，尤其是感受到了他这个犀利的眼神。Well, hello, Mr. Vinheteiro, and please say hello to everybody. Hello. So, 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 come to China? Have you ever been to China before? No,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Do you like here? Yes, I like China very much. Thank you.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和我们身边的中国 UP 主来聊一聊。大家好，我是 B 站音乐区 UP 主兼 V 加 P 主酱的乱丸，叫我丸子就好。欢迎丸子，新年快乐。那今天在我们2019的最后一夜的现场，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大家呢？首先当然是大家新年快乐，然后身体健康，希望大家能在新的一年里面多多再支持 B 站，然后多多关注我们 B 站音乐区有这么多多才多艺又有意思的小伙伴，一起为大家献上更好的音乐。好，谢谢你，我们也一定会关注。好，那接下来我要问问我身边的这位 UP 主，同样和大家送上祝福吧。大家好，我是 Sax Editor， 叫我酋长就行了。在这里就祝大家作业能按时交，作业按时交，好好写作业，大家学业有成。谢谢，感谢你的祝福，谢谢。你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大家？大家好，我是音乐区演奏 UP 主，小提琴 UP 主大秦 Koto， 谢谢。在这里就祝大家就新的一年里呢，不开心的就过去了啊，最重要的还是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然后按时起床上班不迟到。谢谢。最后我身边的这位，大家好，我是新人歌手陈乐一，然后是 B 站的一名 UP 主。那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大家呢？希望新的一年里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就是多注意身体，真的身体最重要了。谢谢，特别的实在。那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 UP 主们，也期待他们在新的一年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谢谢，谢谢各位，谢谢。